酷看网络电视盒，让看电视变得更简单。在流线设计的磨砂外壳里，承载着上百款智能电子元器件。酷看搭载了 AMLogic 最新一代 S905 芯片，四核64位处理器，8G 存储，集成了蓝牙4.0和 WiFi。现在只要家中有网络，即可通过盒子观看来自酷看平台提供的电视节目，上百套中文直播频道，让您实时观看最新电视节目，超过10万小时的影视节目任您随心点播，您再也不用担忧节目停播无法正常观看等问题。我们拥有 CIBN 国广东方正版授权，确保您尽情享受稳定流畅高画质的影视内容。除此之外，酷看还为您提供全年无休的技术支持，我们拥有数百位专业的视频开发工程师，点对点的客服人员，全球 CDN 节点，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酷看手机版 APP 满足您随时观看节目的需求，通过盒子的投屏功能还可以进行多屏互动。酷看自上市以来一直备受好评，让您的生活充满乐趣。此刻您只要简单连接盒子，就可以来到精彩的酷看世界。酷看 Get Better Get Easier。We provide customization, personalization services, and consultation for every client. We research and develop to create products for a universe which is the new form of luxuries. We do personal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providing never-en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y to innovate.Reverse your age look.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with us.新生代寻找一把爱的声音。经过几个月的招募活动，16位年轻实力派选手隆重登场。大家将在12月28日晚迎接挑战，一同用声音的力量为春远孤儿残障中心募捐。欢迎大家一起来见证新生代的诞生。宣传媒体微梦 TV， 宣传 APP EP， 主办单位信贷慈善机构。VMen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 Angela Teo， 她是一位新时代的女性企业家，她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故事是她最特别的自己，就是她如何走出一个舒适圈，然后创造自己的企业品牌的一个故事。像她这样年轻的90后、一定有自己的思维，我们马上来听听看她怎么说。Hi Angela Teo， 你好。谢谢 Annie。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就是 Angela Teo。是，那今天 Angela Teo 会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她的故事和她的如何成功的点点滴滴，和她对这个社会的看法。那你如果正在看这个直播呢，请帮忙我们把这个直播的连接分享出去，给更加多的朋友一起来听听看90后怎么说。
好不好？好，那如果你在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你可以在下面留言。那另外呢，如果你听到嘉宾说一些主题是你非常喜欢的，或者你很暗探的，你就可以在下面给我们一个微笑啊，或者送上一些一朵花啊，给我们知道你在支持着，谢谢你哦。OK， 分享 ，Thank you。好，那现在我们问 Angela 第一个问题啦。好，那 Angela 就是就是很少看到你这么九零后这么成功的女性企业家，和你在网上可以看到你非常多关于你打造自己的品牌的这一些影片。那想访问一下，你对个人的品牌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自己个人呢，我觉得个人品牌是一个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说当人家第一眼看你，不论是你是在卖着你自己还是你在卖着产品都好，但是人家对你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你的个人品牌，那如果说你把你的自己本身的个人品牌打造得好的话，这样子我觉得你接下来的路会比较事半功倍。是，那就是卖什么样的产品不是关键，最关键的是你是谁。谁，对，这个是真的。因为我觉得产品对我来说是其次，但是个人品牌我会觉得我会把它列为排名第一。对，因为接触都是先接触我们自己本身的形象啊，我们的人品啊，态度啊等等之类的。是，那现在是一个叫粉丝经济时代的趋势，那你是如何打造从一个人开始到这么多人的团队？我很相信吸引力法则，就是说你想要吸引怎么样的人来加入来跟随，那你首先你就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这个是就好像我们一面镜子一样，就是说我想要吸引怎样的人，我就一定要把我自己先变成怎样的人，这样子我才会吸引跟我一样磁场的那个人来相处在一起这样。那现在观众们可能有一个疑问，到底 Angela Dio 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我们就让 Angela Dio 自己来分享一下。你是说我之前的职业吗？现在我是在全面的做着这个微商，然后也是在全力的打着自己的个人品牌，所以呢，我就从我一个人自己一个人慢慢的去学，然后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然后到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就建立了自己的拥有一个自己的团队，然后叫做 Ladies 嘛，所以这个路上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很多的汗水啊泪水，但是没有人会去在乎那个过程，对，所以人家都会比较在乎结果是什么。人家想要看到的是结果。对。那么在打造这个 Ladies 的团队的时候，有遇过什么样的挫折是令你觉得一定要克服的？第一个挫折，最大的挫折，第一个点呢，就是因为我以前我是不会做销售，我不敢去做销售，因为我很害怕被人家拒绝，是因为好面子嘛，就害怕被人家拒绝，然后这个是我的心里的最大一个障碍，但是因为我现在开始做微商，我又不能讲说哎你害羞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点，同时也是在人生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对，因为其实不止你是很不止你过去的你，就是很多人其实包括我在内都有那种销售障碍的，是我们不好意思不敢甚至不好意思去卖产品，其实不是不好意思卖产品，我们是不好意思向人家收钱这样子听听也是有道理是吗？我们是要很要钱但是不好意思收钱，对，所以真的是要想办法去克服那个销售的障碍，直到我今天我还在学习如何去克服的。对，销售其实是看你把它放在什么定义，因为我们
全世界的人都在做着销售，嗯，对，是只是有些是有形跟无形而已，嗯，所以包括我们在打造个人的品牌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卖着我们自己，对，只不过是没有产品而已，对对，嗯，是，所以当你克服了，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原本我们觉得很难做到的事情啊，不可能，不可能，嗯，但是当你克服了那个障碍过后，你就想回去的时候，你就真的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难。那你是如何克服的呢？我比较好奇这一个。我是逼自己去做。嗯。啊，我是逼着自己，我就会自我沟通。嗯。我就对我自己说，如果我再没有逼着我自己去突破，那我就只能在这个点上，我不能爬得更高。就像我们在等于爬楼梯这样，如果我停顿了，我就只能在那一个第一格，我不能上到第二格。所以我永远就看不到高处啊，因为当你在低的时候，你就只能看到那个墙。嗯，啊，所以我就对我自己说，哎，我不能这样，我不能这样，所以我就会逼着我自己去突破，然后去完成我的每一个目标。嗯，那么在2019年就快结束了，那2019年之内，你完成了几样你觉得非常重要的目标？有哎、欸，2019年呢，对我来说是很有故事、很精彩的一年，因为人生都会起起伏伏，嗯，然后之前我还没有接触微商的时候，就可能会迷失方向，嗯，所以就不懂得自己要的真正要的是什么，嗯，然后后来就开始自己自我沟通啊，嗯、然后朋友圈很重要。就是说你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嗯、你就一定要参跟怎样的人在一起、嗯、所以那个磁场是有一定的帮助在那边，所以我就看到哎，身边的朋友就全部都是蛮优秀的嘛，这样子我就会想说哎，心里会有那种欣赏的那种角度去看待他们，我也很希望说哎，我也能有一天像他们这样子发光发亮、嗯嗯, 嗯，所以我的目标做微商呢，是我最没有想到的，一个在2019年最大的一个突破，然后也是在没有计划当中却做了，对，嗯，就是完全没有计划当中，就是没有列入在我2019年的目标里面，嗯，但是就这样子懵懵懂懂这样子接触了，然后就这样子，进入了，然后就开始做。啊，就开始说，现在也不能讲说什么有什么成功，就，一山还有一山高，开始就看到了那个方向，还有、嗯、看到了一点成绩，是，嗯、就是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要很清楚自己的方向跟目标在哪里，嗯、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迷失，嗯，啊，这样子会比较走得快，因为你很清楚你的目的地是到哪里，对。那各位观众，我现在来总结一下刚刚 Angela Dio 说的两个重点，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重点是朋友圈很重要，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交什么样的朋友，是、第二个是刚刚说到的是什么？目标，目标非常重要，嗯，对，目标方向定位，是，所以今天现在2019年就快结束了，那我们也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就是大家也要开始列下2020年的新目标了。对，嗯、就是打造2020年的愿景、嗯，因为你不能等到2020年开始了，你才来想说，哎，你要做什么？就是从现在开始，如果是在看着这场直播的朋友们呢，如果你们还没有开始设定目标、嗯、就以现在开始，你们就真的是要认真的去坐下来，静下心来去思考人生，对，打造一下2020年有什么目标是需要自我突破，然后自我去完成它，嗯，这样子我觉得人生会越来越精彩。是，那刚刚 Angela Dio 也是今天我才真正的见到他本人、嗯、是，那么刚刚在沟通的这个30分钟之内，就发现到他有跟其他年轻人不一样的地方，就他个人就非常爱学习，和个人就非常谦卑，但是对他的事业呢非常注重，
所以这一点是等一下大家可以多听到的。所以现在你可以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让你的好朋友也跟你一起听。嗯，谢谢。然后在事业的发展方向，你有什么样的目标吗？新的目标，就2020年你最想要打破的。那么快就要透露了吗？还是你不想2020年你有什么计划？2020年的目标就是希望把我的这个团队，Ladis 这个团队呢，会越来越强大，可以招收越来越强大的，可以招收更多的代理来加入，来一起去肩并这件手牵手的一起去赚钱，因为会加入团队的人通常都是有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所以我是希望把我的 Ladis 团队可以打造得更强大，然后让我的旗下的代理每一个人都会赚到钱，这个是我最想做的，我的愿景啦，我2020年的目标。也是你的使命。对，因为我觉得带领一个团队如果只是领导一直在发光发亮，我觉得可能不会走得很长远，我是希望说我的使命就是说让我进来在我团队里面的伙伴们都可以跟着一起去赚到钱啊，一起去改善锐变他们的生活啊，锐变更好的自己，然后让自己有一个突破啊，让自己看到哦，原来我自己也可以那么的优秀这样子。这个是我最想做的，是真的很重要。那么其实刚刚 Hello Christy， Hi Christy， 你也在看 Chloe。 OK， 这位90后非常特别，那现在相信大家也是好奇一下他对感情的看法。好，可以分享吗？可以。好，那我们就问一下 Angela 关于爱情这回事他是怎么看待的。爱情这回事啊，哇，这个话题应该很多人会很关注吧。是我是，等一下还不要说，先分享。先分享了我再说。OK， 好。感情这回事啊，因为很多女人啊都会败在感情。对，这个是很多女人都会在感情这方面跌跌撞撞的嘛，这个是一个经历啊。然后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我也是曾经跌跌撞撞过来，然后我现在对感情的观点就是，你要别人爱你之前首先要先爱自己。对，因为当你自己爱自己了，别人才会来爱你。是当你自己去不断的去创造自己的自我自身价值的时候，这样子你就会吸引很多很优秀的人来围绕在你身边或者来爱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吸引，因为每个女人都希望说可以找到很优秀很有条件的另一半。所以当然很优秀很有条件的另一半，这些男人他们也是会用审核的眼光来去审核我们自己。所以说先把自己创造，一直不断的去创造自身的价值，努力的把自己变好，这样子呢你就会很幸福的生活下去。你就会一定会遇到真正是打从心里欣赏你的男人，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因为很多女人就是会在围绕在男人身边，然后就是以男人为就是全世界。当然这个也没有错，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观点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这个也没错。但是就是说如果你太以一个人为中心，你会迷失掉你自己，那你自己你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只有你当你自己找到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那你自己就不会迷失方向。这个是我的个人的想法。是一定要创造自己的价值，无论你现在多少岁。对，这样你才是有价值的人。那现在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到底 Angela Diu 是单身吗？有没有人要问这个问题？这个有人，如果有人留言要知道呢？是，如果有人留言要知道他才说，不然说了没价值。
对，某些地方要保密还是始终要保密的，肯定肯定。嗯，那有一位画家抓 get 上，他说爱情随意而安，那你可以这么随便，对，就随缘好了哈。嗯，那么关于一个女性在现在这个社会上，用自己要有自己的事业，你说重不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非常，我也是这样看。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事业心重的女人，所以你问到这个问题，我会觉得事业来说对我很重要，因为那个是可以体现我们一个个人的价值所在。当然不一定说有些人是可能是一辈子，他们可能觉得说不想要有自己的事业，但是他们是在打工也可以，只要是很清楚可以创造自己的价值所在，这样子我觉得就 OK。价值所在这个四个字并不代表你有没有创业，对，而是你在你有没有工作是当老板也是一个工作而已，可能那个工作是更难的工作，是只不过是会当老板是烦恼比普通人来得多，对，比打工族来得多，要扛的事也比较多，是那有一份工作就不要去嫌弃那个工作是什么性质，只要你觉得你在那个岗位你是有价值的，你也可以找到光环的，那么那个就是你的事业，是我们是这么看的、对，我也是这么看待的、就是每一个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让自己发光发亮，最重要你要找到自己能让自己发光发亮的那个点，但是在发光发亮之前呢，当然你就一定要有那个执行力，要去付出，因为天底下是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说你什么都不用付出然后就可以得到很多，所以付出跟回报都是对等的，是的，我们也是这样认为。好，那么有一个人说要知道到底你的状态是不是单身，要知道留守 Women TV 今天这一个 live show with Annie 到最后可能你会知道，可能你会知道，对，到最后的时候可能我会说可能OK 好，那也是有观众问一个问题，就是爱情与面包之间选择哪一样。这样我要设计一下那个问题，假设今天有一个很有钱然后也很帅然后的白马王子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他告诉你不要工作只要爱情，你可以接受吗？我不能接受。为什么呢？不用工作哦。因为对我来说我的想法是，如果今天就好像你说的很有钱然后都不需要工作，但我觉得我跟废人会没有什么两样对，因为每天会太空闲，然后只负责去花钱，然后没有那个赚钱的能力，其实我是比较不鼓励的，那个人生是非常没有意义的，对，这样子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真的是没意义，所以是跟就是没有浪费空气，对，浪费空气是，所以我就觉得爱情跟面包我觉得两边都是很重要，都要平衡，因为对都要我们都要有那个拿捏到很好的一个平衡点，这样子，因为如果你只是有事业但是你没有爱情，当你在我们人都是会有低潮啊，会有碰到挑战的时候，也是会有软，再强的女人都会有软弱的一面，当然我们也需要一个肩膀也需要一个依靠，所以我觉得爱情跟面包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要拿捏到很好。是，那么另外一个问题观众问的，哇，你们比我还会问问题耶OK 好，那有一位观众就问如何带领团队，有什么心得？如何带领团队？对我来说，一个人，因为我之前我是先做个人销售，一个人很容易，因为什么？我只带我自己嘛，对，一个人，但是要带团队，一般人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因为每一个伙伴都有不一样的性格，对，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是要很用心，嗯，我们就好像那个家人一样，保姆式，就是真的是一对一。当他们有负能量的时候，我就是要把他们的负能量都吸走，吸走了，我把正能量传给他们。怎么吸呢？就是因为当他们有负能量的时候，嗯，他们就会来找我，嗯，可能就会私下聊心事啊，嗯，这样子我就要把他们的负能量转去，很快速的转去正能量来回给他们，嗯，因为不可能他们负能量我们又在掺杂下去，嗯，这样子就会对我来说会没完没了。是，所以说我是我在带领团队的当中，我会很快速的把他们负能量吸走，嗯，我会很快速的让他们进入状态，去把正能量传给他们，嗯，啊，因为只有这样子才可以帮助他们解决掉那个问题。因为我是找那个问题的那个点在哪里，嗯，因为每一件事情发生都会有它的问题所在，那当然，就是，都会有它的理由，对，嗯，所以我们就是要去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嗯，是看你是要以怎么样最快速的那个方式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嗯嗯，那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嗯，是，所以一个领导不容易，对，身为一个领导，就是我们的目标，嗯，我们的思路，嗯，全部都要很清晰，嗯，因为我们一歪，我们上面一歪，我们下面的就全部就跟着歪，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自己要的是什么方向，定位要很清楚。嗯，那如果你是 Angela Dio 的团队，现在在看着这个直播的，你们可以在这里留言，啊，鼓励一下。是，嗯。那有一位观众说，有事业的女人比较会有安全感和魅力。嘿，安全感是你的意思是 Q 玉，你的意思是一个女人有事业，男人有安全感吗？还是女人有自己的事业，女人会有安全感？我觉得是后者。嗯，后者应该是后者吧。嗯嗯，那很多女人都告诉我，有安全感的来源来自有自己的车钥匙，有自己的手机，而手机可以充满电，最重要是有 GPS， 这样子就很有安全感。是吗？是这样子吗？我突然间觉得你好幽默。对，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就是没有 GPS 就不懂得怎样出门了。我也是，包括我也是，我也是路痴。对，嗯 ，OK， 好，其实，今天是 Angela Dio 应该是心里蛮难过的。不过我非常佩服她，因为今天我们在开播之前 ，Angela 已经8点到我们的现场了。那他在等我们筹备啊，那时候他就心情有一点紧张。啊，他心情之所以为什么紧张呢，是可以说吗？可以说吗？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亲人，就是他的公公在急诊室被急救。对，嗯，那时候他很紧张，但是其实那一个小时我觉得他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来 cancel 今天这一场直播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他很棒，他就算发生什么事情，他在最重要的关头他都不会退缩。是因为我觉得要在，其实我今天的心情，我来上这个访谈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我的内心我很挣扎，嗯，对，但是以我的性格，我不习惯传达负能量给人家，嗯嗯，所以我到最后我没有 cancel 这个，我没有取消这个访谈，是因为我觉得我答应人家的事情，我就一定要做到，嗯，啊，这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原则，就算今天我的心情很不好，或者是很糟糕的话，但是我觉得我也是要尊重来看在看我直播的这些朋友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我的人生，因为我的人生呢都会有很多的惊喜，很多的小插曲，对，都会有很多的小插曲，很多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站在好，我以好的心态来想，这个是也是可以刚好的训练我的内心有多强大。是。那么在很不幸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要开播之前的15分钟，他收到了一个电话，就是他的公公不在了。是。但是其实他还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 cancel 我的直播的哦，但是他也并没有这样做，反而他还做到现在，而且还会，我们还会讲到10点。其实他的现在的心情是，一定是很挣扎，很澎湃。但是我非常欣赏你的专业，谢谢。所以真的很感谢你今天的抽空给我们的观众讲了这么多有营养的分享。不客气，我也是要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来上这个访谈，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可能会多少，我不敢说我有多好，但是多少可以吸引互相学习，互相吸引一些精华也是不错。我们也在跟很多嘉宾啊观众啊都一起学习。是，所以我觉得成功是一个一定要达到的目标之外，为人的这个性格也好啊，心态也非常重要。是，就像 Angela Diu 现在是新时代女性的典范，是应该可以这么说的，是我给她的新时代女性的典范，因为她遇到非常重要的关头，她都没有临场退缩。对，因为退缩对我来说是，我觉得是最不可以犯的一个点。因为我们的人生不可能一直在退缩，我们的人生都是一直在不断的前进。然后当你退缩了，你就会觉得，你不可能你的人生一直在重演吧，一直在 NG。对，所以觉得你很坚强，因为这里回去你要去的地方车程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半。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你的家人在3个小时以外的地方，就霹雳州，那你现在在吉隆坡，你在接受一个访问之前，你听到这样的讯息，如果是你，你会立刻马上讲要回家了吗？所以心情也是有一点忐忑。但是他并没有退缩，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佩服的地方。Matthew Chong， Hi Matthew， yeah， 是。那接下来这个2020年有什么事情是要给观众朋友们鼓励一下的吗？鼓励啊。我就希望在看着我的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在2020年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不管是在事业或者是在爱情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收获。哇，非常好的祝福。那么你们已经领受了 Angela Diu 的祝福，也请你们在下面给我们留言，也给回我们今天的嘉宾 Angela Diu 一个满满的祝福。谢谢大家。可以吗？OK， 嗨，陈涛明，好久不见。他好像有放我飞机。OK， 嗨，彼得恩 ，So， 那天他生病哈。OK， 好啦，放过他一下。OK， 那就是在这个创业的路上，你有什么贵人是你要想要感谢他们的吗？其实我还蛮感恩的，因为在我的创业的路上，我遇到了太多的贵人。是。然后如果要说贵人，真的是讲不完，因为在我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过程，当我很辛苦的时候，总是一定会有贵人出来拉我一把，所以这个是我到现在为止我都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是。哇，有一个观众给你留言，好满。来，有没有更多的祝福？我最喜欢看人家给嘉宾祝福了。
女人都希望一个近乎十全十美的男人对她好，期望男人高帅富懂孝顺又具爱心，同时高学历人品好又高薪，有95分的完美条件。但若这个95分的他心完全不在你，心不完全在你，对你的付出只有60分，反观另外一个男人没有。哦，他问你啊，他应该是好长啊，他应该是要问，我要认真的看一看。哦，他应该是问有一个人，有一个男人是高富帅，然后又接近十全十美的，但是他的心只付出60%给你、但是另外一个男人呢就没有那么本事，可能只有刚刚那个优秀男人的80分，但是他可以全心全意的80分都的心都给了你，你会选择95分的那个还是80分的那个？对我来说我会两个我都不选、Why？ 这两个有的选择之下，你都选择单身吗？如果是以我这样子的状况，我会两个都不选。但是我会选择跟后者先从朋友做起。对。那意思是后者，没有什么本事，也可以先从朋友做起的。对，我会先从朋友做起，然后互相相处啊。什么？因为人他是不可能在你就是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当然每个都是好的嘛、但是我们都必须要靠相处。所以说相爱很容易，但是相处却很难。所以说我是不会去以对方有什么条件然后来以条件来交朋友，不是。但是我是觉得当然如果聊得来可以互相帮忙，然后互相相处的那个时间是舒服的就 OK。 希望，所以吉祥兄希望 Angela Teo 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播放一段 Angela Teo 的个人影片，你们可以看一下。因为现在的时代我们都认为个人 IP 很重要，个人品牌很重要，所以现在马上为大家播放一段 Angela Teo 的视频，请看。人生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走出来的美丽，这句话在 Angela 身上完美诠释。 Angela 创业的日子不长，却是个充满泪水与汗水的艰辛过程，从孤身作战到拥有自己的核心团队，从不被看好到成为备受认可的企业家，从懵懵懂懂到用各个创业奖项谱出人生乐章，一路走来几番风雨，然而目标清晰的 Angela 依然积极乐观地克服所有挑战。对她而言，创业没有捷径，所有的挫折都是成功的附属品。身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女性， Angela 热衷投入事业的同时，也不断帮助他人达成创业理想。正如她所说的，蜕变的过程虽然痛苦，但每一次的蜕变都会带给你成长的惊喜。她的热忱与正能量让她成为许多创业家的典范，波折重重的创业之路也让他有一颗温暖感恩的心。他感恩所有的人事物带给他蜕变的惊喜。女人的独立与智慧才能谱写出精彩的人生，走出舒适圈，迎接更完美的自己。欢迎回来。刚刚看完了 Angela 的视频，有觉得什么样吗？我觉得太好了。那刚刚我在问他那一个很多报纸的那个是在哪里？那个是在 Bank Negara。对，
你对金融也是很有兴趣？还好，还是对钱有兴趣。其实在这个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三个不同的 Angela， 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有三个不同的造型？对，他这个影片是他是要呈现就是我的刚跟柔，就一个事业上的女性，还有在户外，是，所以他的名言是，走出舒适圈，蜕变更好的自己。哇，对，走出舒适圈。蜕变更完美的自己蜕变更完美的自己OK， 非常棒哈。那么在今年2019年，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啦，就包括你创业了，也包括这个你得了两个奖项，三个OK， 那三个是什么奖项呢？一个就是精英领导，精英领导，对，精英领导，然后一个就是个人销售，个人销售，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全马的总代，全马的总代，对，所以你现在是拉蒂斯这个团队就是这个一个品牌的总代理，全马的总代理，是表 V， 表 V 的总代，对，表 V 的总代，是，哇哦，所以。通常我们谈生意呢，我们只找老大谈，所以老大都在老大在这里了。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要知道关于这一个品牌啊，或者是怎么样跟总代理全马总代理合作呢，你们就要联系 Angela Teo 了。好，那么这个奖项对你来说，这个三个连续拿了这么多奖项，你的感想是怎么样的？感想其实有蛮多的，就是因为我是微商小白，就是从零，然后就好像生孩子一样，从零，然后你看着自己把孩子生出来了，但是把孩子生出来了，我们又要去教育，又要去教育，又要去把他们带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的有挑战性的，因为我不是带我自己，我包括带我自己，我还要去带我的，就是拉蒂斯的伙伴们，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挑战，但是也是我一个很好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那拉蒂斯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什么？拉蒂斯这个名字其实，蒂斯在法文那边是代表女神。女神的意思，那个蒂斯女神，对，就是代表女神的意思。因为我们女人，每个女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梦，就希望说，可以成为一个女神，就是在又有经济独立啊，又有颜值担当啊，所以这个是每个女人的梦一个梦想，对，所以我就是才有这个拉蒂斯命名，就是说可以打造。更完美的自己，就是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嘛，但是当我们透过努力，透过学习，我们会让自己不断的让自己去完善，就可能以前在这个方面你是有缺点的，可是当我们去学习，当我们去想要去改善它的时候，那个缺点也可能会变成优点。所以说为什么我的个人的名言就是一直在强调走出那个舒适圈。舒适圈。对，因为我们人往往都是会过得太舒服。然后当你自己过得太舒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身边的所有事物都是会理所当然。这样子。那我们就会开始有了那个懒散的那个心态在那边。所以我每天我都会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跟我自己自我沟通，然后我会尽量的不断的去找目标啊，找那个突破点啊，去让自己去完成更多的目标。我是这样子。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可以问吗？不懂。可以。你问这个自我沟通是如何做的？自我沟通，哇，这个问题我我的方式是我会找一个
找一棵树，找挖一个洞。不是啦，你好幽默。我就是会找一个让我自己觉得很舒服的地方，喝咖啡呀，喝咖啡呀，就是一个环境很不错的，很比较平静的，比较清静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在家里也可以啊。我就是会静下心来问我自己，我现在我的能力到哪里了？我会了什么？我突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成长了什么？我就是会一直丢问题来问回我自己，然后我做到了吗？这样子，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私下的自我沟通的一个方式。其实我听过人家说自我沟通有很多种方式，是有些人会对着镜子说话呀，或者自己在车上一个人的时候自言自语。如果有一天你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你看到你车旁边有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呢，你就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他是在做自我沟通嘛。啊，你好幽默哎！是，每个人的自我沟通方式不一样。对，我呢，我是会或者是一个人开车啊，我会自己想很多，或者是喝咖啡，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是，其实自我沟通蛮重要的，它也是一种生活上的自我反省。对啊，自己就给自己一个 checklist， 就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进度啊，自己的东西完善了没有，这样子。是，所以这样子你才会当你有每天自我检查过后，这样子你就会知道自己的错误犯在哪里。那你下次你就会提醒说，哎，下次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在那边，我要比现在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自我沟通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每天一定会做的一个步骤，这样。是，其实他很文雅，他把这个动作叫做自我沟通。但是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比如我们的香港首富啊等等啊，他们其实都有这样的小习惯的，就是他们把这个形容为自我反省。他们成功的名人，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习惯，有一些会对着自己镜子，对着自己的镜子训练那个沟通能力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去尝试的啊。但是千万有一件事不要做，因为你会吓到人家，觉得你这个是在干什么。有一些自我沟通的动作是不可以做的，想知道吗？看到最后。我现在跟你讲，就是一个人叫了两杯水是吧，然后自己在那边讲话。那个应该不叫自我沟通，那个叫通灵。叫两杯水在讲话，那个维特就会觉得，哎，奇怪，怎么这个人来跟空气讲话。我们来开玩笑了哈，有点紧张，因为现在，Jessica Lu， Alicia Bond， Hello， 好久不见，延伸健博士，几时才可以邀请到你上节目呢？哎，还是我们联系一下延伸健博士，那么另外的就是想问问一下，在你创业的过程中，家人给了你什么样的支持？其实我还蛮感恩的，就是我的家人一直以来我做什么，不管是我在外面怎么闯都好，我的家人都是永远就是支持的，他们很少会打那个反对牌，所以就不管做什么，他们就会告诉我，我的家人他们就会告诉我，家就是你永远的港湾。当你累了，当你辛苦了，你随时都可以回来。那充满电了你再出发。所以我的家人其实他们也是蛮疼我的啦，就从来不会去阻止我去创业啊，阻止我去做什么东西，他们就是会很全力的支持。就是会有一个很相信我这样子，但是他们会因为有时候家人我们都是在比较小的那种我们不是在城市长大，所以我们是在比较小的那种乡村里面长大，所以可能我的家人他们没有受过什么高等的教育什么之类，所以他们的方式就是会让你很温暖的，就是他们不会讲太多，他们永远就是用行动
来去做给我。嗯，那好啊，就说那好啊，那你回来吧，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一个语言。好啊，没关系，你外面做的不开心或者碰到什么钉子了，没关系啊，那你回来。所以当我回去的时候，他们不会再去问我，不会再去挖我的那个长发，他们就是会煮很多好吃的啊，就好像我的阿嬷，我的阿嬷，我的妈妈他们啊，我的家人，我的叔叔他们就没关系啊，我陪你吃好吃的，煮好吃的给你，然后陪我开心，这个就是一个陪伴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用金钱都买不到的，吃啊的那个快乐，哪怕是在家里吃一个那个家庭饭，但是对我来说，一餐的家庭饭对我来说那个意义很重大，而不是说你在餐馆吃了一两千块，那种我反而我比较喜欢吃家里的家里煮的那种饭食。那如果现在我给你一个30秒的时间，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哇，我想要感谢的人太多了。第一，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因为不容易。对，那给你提醒，我准备了。因为呢，今天我的爷爷去世嘛，所以不好意思大家。我的心情就是我已经很尽量的在拿捏我的情绪，没关系，那非常抱歉在看我的直播的朋友们，家人是我最想感恩的，因为他们永远都是我的靠山。当我在外面受创了，他们永远就是帮我去擦伤口的背后的人，虽然他们不会有太多的言语，但是我觉得家人呢，对我来说就是我的一切。我很努力的会想要让我的家人过更好的生活，这个是我非常要感恩的。然后接下来要感恩的就是我的身边的一个18年的姐妹。我刚才有看到她在看我的直播，对 Joyce Tan， 她是我18年的姐妹，我非常想要感恩的一个人，就是他是他陪伴着我，看着我成长，然后当我迷失方向的时候，当全世界的人都在放弃我的时候，只有他对我不离不弃，除了家人身边的朋友，就真的是只有他对我不离不弃的，一直的在带着我这样，他就像我的姐姐。所以今天我刚才有看到他在看我的直播，Joyce， 所以在这边我要很感恩。我不懂他现在还有没有在，但是这个是我想感恩的，除了家人以外，我想感恩的。然后再来第三个我非常想要感恩的，就是一个我现在的另一半。对，他是从我什么都不会，然后在身边就教了我好多好多事业方面的这些技巧啊，方式啊，方案啊，这些等等。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有好多好多的贵人，如果要在这场直播里面谢谢，我真的是谢谢不完。就是但是我的贵人帮助过我的人，我都是会放在心上，我都知道是谁，我都会放在心上。对，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是精彩的，精彩的，是你的人生肯定是精彩的。对，是。好，那么现在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那在节目还没有结束之前，我们就给 Angela 丢祝福一下。让他的心情呢快点平复下来，也让他可以平安在回家的路上可以平安，可以去看看外公最后一面。是，那在还没有结束之前，来我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很感动啊，今天他竟然没有 cancel 我的 appointment。 你看，对啊，因为我又想到如果我 cancel 了你们怎么办，你们也很难去做一个交代，所以我就觉得
我要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完成，把今天的这个访谈完成，是对大家都是一个很好的交代，真的很感动我一下，所以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谢谢你 Annie、所以特地颁发这个感谢状给他一下，谢谢谢谢 OK， 所以谢谢各位观众的陪伴和各位观众的收看，所以继续和你一起收看 Women TV， 拜拜拜拜。性声带，寻找一把爱的声音。12月28日，八声福建会馆隆重引爆，四大重量级评审阵容隆重登场。流行音乐教育家黄俊维，马来西亚实力拜次冠军歌后谭威文，悦耳动听好声音 Seven 刘嘉义，声势强大无人能敌 Wendy 胡桂仪，实力派表演嘉宾吴一磊。来自全马16位实力参赛选手，一同用声音的力量为 Cherry 孤儿残障中心募捐，让他们渡过难关。当天免费入场，开放给大家投票决定性声带的诞生。我们不见不散。让爱传承，幸福下一代。性声带，寻找一把爱的声音。经过几个月的招募活动，16位年轻实力派选手隆重登场，大家将在12月28日晚迎接挑战。别再抱怨，伤心也要放假。有有没有，也会有一点心动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用声音的力量为 Cherry 孤儿残障中心募捐，欢迎大家一起来见证性声带的诞生。宣传媒体 Women TV， 宣传 APP EP， 主办单位性带慈善机构。